把不能过冬的全部搬到温室里面了。还有很多人参果，它会再继续开花结果。然后这些开心果也在里面发芽生长。这一盆很大的玉兰花也搬进来了，如果不搬进来的话，这玉兰花也会被冻伤，有可能会死掉。人参果在温室里面猛开花，结果看水果都在结，一串一串的。然后你看温室上面都是水蒸气，很多水蒸气。人参果长得很漂亮。